大家好，今天是星期天，应该是去教会的日子。现在这边有美国人的教会，当地的教会，他们那个礼拜是不受影响的。现在这边有华人教会，有些是台湾人来的比较早的，以他们为主体组织的教会，后来是注入了很多新鲜血液，但是里面的长老啊，很多人都是中国台湾的，他们这些会受到影响，就是因为大家担心疫情嘛，因为前一段在抢购口罩，抢购医疗设备给国内在寄，现在国内产能上来了，又往回买，这段要夏威夷要大家储备14天的战略物资，大家又要抢购大米，抢购粮食，又是买，然后就是说尽量不去人口聚集的地方。人口聚集比较多的就是你，比如说是音乐厅啊，比如说是邮轮呐、比如说是教会啊，教会就是人口聚集比较多了。这个房子在售啊 ，Alex， 这就是人口比较聚集的地方，所以就是直接影响到了就是华人这个去星期天参加教会的情况。大家不去就不去了，就是这种情况。这个车忘关窗子了，忘关车窗了。花儿开了，开放了。花儿开放了，开放了，开放了，开放。春天的花儿开放了。内华达的朋友说，还是加州的花好看呀，因为内华达可能还错一点时间，估计得到，再过一个月，那里的花才会开放。而且品种不像这边这么繁多啊，品种可能会少一点，但是花总是会开放的。还有就是给大家讲一些美国这方面华人来了以后发生的一些故事，一些小故事给大家讲一些。有一个女生啊，她在国内就是得了，就是不是很得意，过得很压抑，过得很压抑，然后就来到了美国，然后。他走了一个就给大家不一样的路啊，这个很有启发的。这个路就是他直接到那个海滩，有很多，你知道有很多美国的流浪汉，有年龄大的，有年纪轻的，反正年纪轻轻不干活，就是在流浪，反正也有慈善团体啊去接济他们，就是住的可能有个住的地方，就是政府提供的一些地方住处，有的如果天气好的话他就也不去那地方住。
然后他到海滩上就是去，也算是旅游吧，也算是旅行，看看这个风光。另一方面，然后也看看跟那流浪汉交流，问问他，是家是哪里的，为什么会流浪？他英文是应该还可以，流浪。然后其中他就找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，年轻人可能是30多岁，年轻人跟他年龄相仿啊，差别不超过10岁啊。年轻人他就给他食物，给他交流，然后就是每天都去。反正这流浪汉他就流浪到一个地方，比如说他是从那里面的州，堪萨斯啊、德州啊或者其他地方啊，他如果到一个地方的话，他会在这个地方待很长时间。比如以前我在夏威夷时候碰到那个在树下面睡觉，问他然后交流，他是来自阿拉斯加比较寒冷的地方，到了夏威夷以后就是人间天堂那种感觉。这个女生她就很聪明，她就关心她，问她交流，给她交流。然后她也是高中毕业嘛，高中毕业然后来到了海边这种城市，觉得这地方也很好，但是实际上这边就是物价会非常贵，非常昂贵，所以最后是失忆了，没有住的地方，最后变成流浪。然后他就认为，这个女生就认为这个人是块璞玉啊，是个大家都没有认可他，没有发现他的一块璞玉，然后就把他领回到自己的，邀请他到自己住的地方去，自己租住的地方去，然后给他让他洗澡，给他买来新衣服，给他穿新衣服，然后给他交流，然后就谈恋爱了嘛。然后这个女生她是工作，然后这个男生是在这个突然在海边流浪，海边的海风还是比较凉的，然后住在公园的躺椅上什么，他突然就感觉到这种温暖，爱情如期而至，爱情不期而至，然后感觉到东方女性这善良和美好，他就感觉到了。然后这个女生也带他去理发呀，去一起去做中餐呢，享受。中餐是美国人特别喜欢的，就是要想俘虏一个男人，首先要俘虏他的胃嘛，要管住一个男人，要管住他的胃。这个女生就很好的做到了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等这个男生就是需要一个恢复期，恢复了以后，这男生也是找到了工作，因为本身他就是在这个国家出生嘛，出生因为机缘，然后落魄，然后碰到了这个女神，女神来挽救他，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。两人结婚了，然后后来就有小孩了，然后这个男生也有自己的正式的工作了，从此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这是一个故事啊，在美国发生的一个故事，希望能够给你平淡的生活带来一点趣味。每个人从不同的故事中能够吸取一些
吸取一些养分，或者是微微一笑都可以了，这是挺好的。好，这是早上的晨练，骑自行车的啊。好，就到这里。这是张向东在美国给大家讲故事，接着会给大家带来新的故事。拜拜。